抢劫。爸跟我没钱。给你爸打电话，快点。喂，爸。来，我跟他说来。哎，爸。哎，叔。哎，那什么，你闺女现在在我手里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我不是她男朋友。去你家吃饭。都让去你家吃饭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去我家吃饭，把我爸喝高兴了。那一万两万不是事儿，三万四万随便拿。就这样空手去？买两条华子。有人。就完事啦。再来两瓶飞天小茅台。够你妈！走。